半边的滚地球，王维成接到之后在界外区甩向了一垒，五穿三的出局。秦定坚的接传难不了王威成，也是在比较低的位置接到，最后得要赶快接棒扫到了中左眼方向，来看一下最后有机会吗？被蜘蛛人给接杀出局。四局下半，中华队留下了满垒的三垒，送了满垒计。